先回去一下，先住咱妈那边一下，等我把房子租好了，我再接你回来。车没有了，钱也没有了，现在连房子都没有了。你放心，等工作好了，我们一定能搬回来。你说说你，放着好好的工作不做，非要辞职和假山一起创业，这下好了，连房子都没了。当初辞职我就不赞同。 这样看你们以后怎么办？实在不行，就离婚。妈，你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啊？我回来找你借钱周转一下的，不是在这听你说风凉话的。再说了，假如他很好人，特别好，我不许这么说他。怎么？我说他两句都不行了？我没钱，我的钱都被你弟结婚用了。我是你妈，我还能看你不成？ 老婆，你怎么来了？不是让你在妈那边住几天的吗？晚上睡不着，出来走走。我这里什么都没有，你来不是遭罪吗？你就不受罪了吗？我自己选的，我乐意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。喂，哦，老公，人没有吃到，我饿了。饿了？我这什么都没有，只有泡面。 哦，对了，老公，我把我的包包和首饰我都卖掉了，啊，有5万块钱呢，够你用一个月了吧？